我们主画面里面有一个调试，调试这里有一个充电器的功能。我们假如把这个关掉、关闭啊，那进入设置画面里面，这个封口时间设1.2秒就够了哈。封口时间1.2秒充，然后我们启动。停机的时候，这个带子是被抓住的哈，然后我们长按这个按钮，注意看，长按，它会自动放下来哈。然后我们现在开启充电器的功能，在这个设置里面，把这个充电器的功能打到自动，然后设置画面里面，把这个充电器的时间在这里设定。如果我们现在设的是2秒，比方说我们充3秒，那这个封口时间就要改成4.5。啊，如果是充2秒就改3.5秒，就是充电器时间越长，封口时间就要越长啊。再充电器啊，我们把这个时间充气改成2秒，这个就改成3.5，这样充电器时间会缩短，充2秒就起来。氮气是从这里进去的哈，这是氮气的入口，这边有英文标识哈，这条管是插氮气，这一条管是接的是空压机，啊，这是配件盒哈。关掉吧。然后这个关掉一下，这个机器运输的时候呢，这边会锁螺丝哈，这个螺丝都会锁起来。1、2、1、2、3、4、5、6哈，总共6个这样的螺丝都要拆掉。运输的时候，这6个会锁起来，然后到你们收到货以后，这6个螺丝要拆掉哈，这个要拆掉，拆掉才能正常运行。这边也会锁螺丝。